知识、勇气，还有成长的信念，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但是玛丽马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 UFO。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玛丽马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打击舞曲，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今天你有点无聊吗？有一点兴奋吗？有一点难过吗？有一点想睡觉吗？有一点闪闪吗？有点抓狂吗？飞碟有一点。Nobody gonna have your back like the way I do. Love it, just say you do. You know you got me. Everything you do, everything you did, everything I wish I was with makes me feel alright. I'm just saying, so I really like it. Nothing in the world can make me feel the way you do the things you do. I really like it. Nothing in the world can make me feel the way you do the things you do.I don't care about your first love, this should be your last one. Nothing like your last one. You look better on me, that's fashion. Won't block your shots, lights, camera, action. Never been a love me or a love me not thing. Every pedal better tell him better not change. I love you, I love me a lot. Wait, which one I love better? Better off not saying.一点十分 ，You and me， 我们一起在飞碟联播网飞碟有一点。Do I can meet you？今天呢是11月2号，星期四，我是玛丽，今天哥哥不在家。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哥哥在外面工作。星期四呢，第一个小时会为大家送上 K-pop， 顺便看看有什么要跟大家聊聊天的，或是大家跟我聊聊天的，都欢迎可以打电话给我02-23639955，或是在 Telegram 群组里面留言聊天也都是 OK 的哟。欢迎你在 Telegram 里面搜寻我们的群组 DEARMLCY Dear Marcy 就可以加入咯，在里面心偷无罪，心偷无罪。LOVE Lovely 来自于 AKMU。I can't know, sick of it, it's so that door. You know, 내가
care about you. Oh, 저기 어때? How you like that? 덮어주고 될게 빈털터리. Jubilate, 박수 같이. 안 봐고 누가 백을 넣었어? 비타민 U가 필요해. 만들어줘 해 돌아게. 자꾸 문이 벌집 두 눈에. Honey help, honey help. So lovely day, so lovely. Every day with you, so lovely.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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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Spell L O V E L E E. 이름만 불러도 you can feel me. 눈빛만 봐도 알면서 말로. 出门的时候看了个新闻，然后我没有细看太多，新闻资料也很少。反正呢，他在说日本的偶像嘛，偶像文化当然很强。那有那种就是哇，我们都知道的啊，什么乃木坂啊、AKB48 等等之类的。可是有一些地下偶像，你知道还在努力当中，还没有晋升到台面上的偶像，在地下很努力的唱歌跳舞这样子。可是呢，他们就说哦，日本现在地下的偶像，感觉那个品质啊跟程度越来越烈。劣化，就已经不是以前那种梦幻偶像的感觉，好像还有什么边唱歌的时候边拿手机看歌词，感觉就很不专业。那有的地下偶像呢，为了赚钱，可能还会做一些比较偏有点已经快要色色的事情，所以就是啊，地下偶像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但我的重点只是说呢，那个画面有拍摄，可能比如说假设在某一间 live house 里面，地下偶像在唱歌跳舞，然后台下有很多的男性在应援，他们拿着那个荧光棒在那边哇哇应援应援，那个画面跟我推的孩子真的是一模一样，我的天哪！那荧光棒甩的程度，画圈的程度，哇哇哇哇！늘은참파래동할시간은 never waits 똑같은건뻔해또다른걸넌원해 chase 어떻게멋을다맞춰줘존중해줘 up to me you the you 너는나나는나좋잖아 KK can't wait till I bite them 어차피인생은내거 Bam bam can't wait till I shoot them 뭘그리복잡해몇번 Shake it shake Shake it shake, shake it shake, bust it up, bust it up, bust it up. 우리너무나바빠 You like my birthday. Maybe 쉽지않아 anyway. 생각대로 every day. 고민고민대신에나만생각해이제다괜찮아어떨까미라고난생각해 Alright, alright. 왕하고먹어버려다 get like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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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K 来自于 Easy 이노래는 It's about you baby
这首歌啊，已经洗脑到有时候我现在真的很常在生活中想要讲 OMG， 想要讲 Oh my God 的时候，就会唱出来 Oh my Oh my God。기운도 이제 나지 않을 때 It's you 애걱정하니 It's you 어렵게하니말은해도 돼 But what do you say? Tell me who is he? 멀리든 언제든 기다려와 Tell me who is he? 답은 척도 없이 난 날 찾나 Tell me who is he? 이게 말이 되니 나 물어봐 Tell me who is he? 너는 말야 It's only just giving you the system, baby飞碟联播网的飞碟有一点，我是玛丽，在空中为您服务。嗨，你好。哎，玛丽你好，我是东哥。哎，东哥。哎，是刚刚前一段有提到那个，就是关于偶像的这件事情嘛。哼。然后我想到说，我之前有看一个节，就日本的综艺节目，是台湾翻越妖夜未央。哦。对，就是有一集，就是他们访问路上路人，那个路人是一个偶像仔，嗯，然后他就说他以前追一个偶像，就是追了一年多，后来就是没有继续。他节目就问他说：“哎，为什么没有继续？”他说：“因为那个偶像他就是谈恋爱，所以就就是就没有继续当偶像，对，就是被事务所就是开除。”嗯，然后他说当时他就是应援那个偶像，然后只有他跟另外一个人。就每次都只有他们两个去应援，然后那个偶像跟另外一个人就是交往。天哪，好伤心哦！对，就是他的偶像是因为谈恋爱，然后没有继续当偶像，结果居然是跟另外一个人，不是选择他，而且他永远又只跟隔壁那个一起去追星。
对，就是他应该也不是他的朋友，就只是看好他们喜欢那一个偶像，就是二选一也没有被选中的意思。对，我想到这一件事情，明白。哎，东哥，你未来在，因为昨天我跟马克录了一集新的 podcast 之后会上，在聊那个他去京都玩的口说 vlog 这样子，你的戏份很重啊，敬请期待。真的吗？只是跟您预告一下。哦，好，好，那我会好好的，我会好好的期待。好的，再见。嗯，好，拜拜，拜拜。Cherokee 来自 Off the Menu。最近啊 ，IG 又在，应该说 IG、脸书都一样啊，动不动时不时就会一直要调整他们的触及率。那像我这么不认真去研究说哦怎样才可以让触及更远啊，我应该做什么小撇步啊，或是之前也会有人说你知道吗，限动要放一个标志，也许是赞，也许是爱心，你要让人家按感觉互动率比较高，你的那个触及才会出去，就是有耳闻也没有认真做。那最近呢 IG 的触及限动触及真的是降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很多问题就是反反复复的一直被问一直被问，我就觉得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可能之前的那些限动就是没有打到你的版面，你就是错过就是不知道，就让我觉得啊、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操控这些触及数字呢，真讨厌。11月刚开始，所以在昨天呢，我又开了11月份的 QA 互动。如果你现在喜欢看 QA 互动啊，喜欢看没事聊聊天、拉迪赛啊，欢迎你可以追踪我的 IG， 你可以点点限动。可能他现在即使你有追踪我，他也不会常常浮现在你上面那个大圈圈上面了，所以可能要麻烦你去找一下了。你可以搜寻 Marine Tower。玛丽亚象牙塔就可以找到我咯。那这一次的 QA 呢有一些人在问，就是关于青森有什么美食。哇，我真的是细想你讲不出来。讲到青森，你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苹果嘛，然后还有青森的海鲜。那因为可能很专业的旅人到青森的时候，真的会去找一些可能在港边、在海边的洞饭啊，那种鱼市场啊，然后去吃。可是因为我都没有做那些功课，我就是沿路看到什么吃什么，我甚至还去吃一些比较和风的，像咖啡厅，跑去吃那个拿坡里意大利面，就是没有认真的找。可是我必须要说，海鲜如果你认真找，应该是蛮好吃的。因为其中有一天我去住青森的新野嘛，那新野里面呢，晚上跟白天吃的都是 buffet。哇，晚上那个 buffet 当然有很多的海鲜，烤很大很大的蛤蟆啊，很像九孔啊那些东西。重点是它的那些尾鱼、鲑鱼、鲑鱼卵，都是一盆一盆放在那边，随便你加。所以可能在台湾，你点一个鲑鱼卵，它上面给你撒一汤匙，就已经觉得啊，我给你很澎湃了吧？你在那边，你那一碗可以加到饱，你甚至可以以鲑鱼卵佐饭都是没问题的。然后我那时候吃就觉得哦，真的是尾鱼、鲑鱼那些海鲜、鲑鱼卵都非常的好吃，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海鲜就很不错。那很多人就很好奇问我说，那你有没有狂吃青森的苹果呢？我就是没有特别去买苹果来吃，我喝很多的苹果汁跟苹果冰淇淋。你要说有没有特别好吃，我只能说苹果当然是好吃。特色应该是它的选择非常的多，可能你在台湾，你去菜市场或是去一些人员会去的超市之类的，它可能就是会告诉你说，哦，这是一个青森的苹果，然后你买苹果汁，可能就会告诉你说，哦，这是一个某个产地的苹果。可是在青森当地呢，就是有五花八门的苹果汁跟苹果冰淇淋，随便你选，就是很细很细的选项，从酸度、甜味，它分那个四象限的那种，好像攻略，你要酸的、甜的。
的比例是怎么样，然后你可以去选那个牌子的苹果汁或苹果商品来吃，我觉得那个是比较特别的经验。好像这一次我才发现，哦，我原来是喜欢，我喜欢什么，我是谁，我在哪我竟然忘记我到底是喜欢酸味高的还是甜味高的，我的脑子怎么了？反正你就可以记住原来你爱什么品种的苹果就对了。然后我有特别在便利商店买了一袋苹果来吃，就切好的，在便利商店买的苹果就跟你在台湾 7-11 买的苹果吃起来味道是一样的哟。很多人都会说，哦，你可以去吃什么苹果派啊，就是其实所有的甜点跟相关产品在新野的 buffet 的时候大概都吃一轮，苹果派也是很好吃，应该是说青森的苹果系列周边都不太会让你失望啦。我没有吃到的可能就是纯吃苹果的感动，都在吃一些啊，你知道做完的苹果干啊、苹果脆片啊、苹果千层派啊、苹果汁啊、苹果冰淇淋等等之类的。听到歌曲 Brian 这首 So What， 1:32。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없이도헤맬수있는홍대거리나는저들과다르다믿는이들의어림겨울바람에내놓은여인의가는다리에미숙한영혼을끌어모으는낡은손짓화장실은오른쪽흡연구역깊은곳휘청이는탈색모전화를돌려봐도아무도받지않고빌어먹을청주는눈치없는발정에작은몸하나늘곧업망가져망가져버린나와닮은듯닮은듯된널이가빠진해진동네이유없이비싼값너와닮아위스키한잔에만원넘는바가지악기들처매고기집애들사이낀반반한인디밴드기타리스트관광객들의환상희망적인생각빠르게달리다넘어진스케이트보이그옆에술취한여친모가지빳빳한언더래퍼양아치어린여자꼬실때나오는유명인사오빠타투와피어싱음악과술담배연기쩍은달새방을떠나지못해박지도못하는게다들참비슷해망가져망가져버린나와닮은듯닮은듯된너이가빠진해진동네이유없이비싼가가득찬나와닮아 yeah.
欢迎大家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一点钟到三点钟加入飞碟有一点，在飞碟联播网。你好，嗨玛丽，我今天是播人。哎，今天用本名啊？对啊，我本名也不叫播人好吗？好的，我今天在休假中，目前跟着我的好朋友 Alex 在台南吃东西。哇，真赞哎！很好笑的是，其实我对台南完全不熟，还是 Alex 带路。我现在吃什么，是完全是趁着他一个香港人在走的。你这样好意思吗？我完全好意思，就完全当个小白，就是跟着他走就对了。我吃的很爽啊，那你们刚好吃了什么？我们现在在松市沙点这边，刚刚去吃了什么鸡汁牛肉汤，然后去树屋走了一走。嗯，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我问 Alex 说想不想要跟你聊天，他说他很害羞。我就想说那好吧，我就开个扩音上跟你聊一下。他在旁边偷偷的听，你要跟他说说话吗？生日快乐。哦，谢谢玛丽。生日快乐！广东话我又忘了。广东话说什么？广东话生日快乐，我又忘了。生日快乐！哈，生发来快乐。哎呀，对对对。Happy birthday！ 祝你在台南吃的开心啦。啊，谢谢谢谢。啊，总之就是想祝玛丽安好，我们就继续吃啦，拜。好的，拜拜。난 원래 swag 다운 네 앞에서 바보 같지 산호 vision 시선 고정해 It's only you I see 어딜 가도 쳐다봐서 You don't need no ID 긴장돼서 거복돼 girl 난 원래 댄서지만 갑자기 멈추게 돼 I'm just nervous I guess Move on and have no stress 엉망이야 I'm a mess yeah. Yeah. 있어 보여 네 코딱지 마저 以前去台南啊，都会特别找一些牛肉汤的名店，比如说像是阿玉啊，就特别想去排队，特别去吃。然后上一次去台南，因为时间真的是不够，然后又觉得以前常吃的阿玉有一段距离，有点麻烦。但是时间已经有限，要回台北了，想说好，那随便路上看到一间，就是在国华街看到某一间，就进去吃好了。哎，还是不离好价呢。好像吃了那一碗之后，我突然觉得在台南是不是根本就不需要有牛肉汤店的迷思了呢？这首歌曲呢叫做119，来自于 Jambino。 Baby 우리 둘 We are 무시하고 We are outside 마치 꿈 같은 기분이 들어 Baby 다른 커플 모두 우리 보고 Say what 시선 끌어 우리 너무 famous Yeah, we gon' way up If you see us ballin' in a layup You're sweet like candy Takuma flavor Lend me some sugar, baby I am your neighbor You're sweet like candy Takuma flavor Lend me some sugar, baby I am your neighbor Baby, I wanna lay you down now 시선 고정 너만 바라봐 yeah. I give you my life Oh my gosh You're so my star I'm in love so bad It is good chemical I'm never poking the star Oh my desire I'm gonna love you 내게로 다가가네 네 거린 I'm my soul but I'm fine My
lights, I'm gonna crazy. I give it on my mind, lights, I'm gonna crazy. Gotta pay, go to pay. 깨로 깨매 밤 내게서 날 좀 pay, 내 좀 pay. 오늘 밤 내 방 안에서 앞에 있어도 너만 take a look, 옆에 있어도 너만 take a look. Oh baby, 너와 baby, 내 곁에서만 있었죠. Face, you on my base, 요즘 이 베이스가 죽이던데. I wanna base, you on my base, 넌 이곳 베이스를 바꾸는 beat. Okay, 앞에 있어도 너만 take a look, 옆에 있어도 너만 take a look. Oh baby, 너와 baby, 내 곁에서만 있었죠. Way, you're feeling like I need, I wanna take take you all that old best time. I'm feeling like I'm one, you're feeling like I need. I wanna take you all that old best part. I give it on my mind, right? I'm gonna crazy. I give it on my mind, light. I'm gonna crazy. I give it on my mind, right? I'm gonna crazy. I give it on my mind, light. I'm gonna crazy. I give it on my mind, right? I'm gonna crazy. I give it on my mind, light. I'm gonna crazy. I give it on my mind, right? I'm gonna crazy. I give it on my mind, light. I'm gonna crazy. Dory 的作品 My Light 1:45，你现在收听是飞碟联播网的飞碟有一点，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个段落啦。
City Dream。Broken Melodies 1:49，请注意小心诈骗，接通请多谢点位，爱费的哟，你安费用平气。达达吗？喂 ，Hello。达达吗？哎、欸，我是好久没有打电话进来的达达。达达今天要说什么呢？哎、欸，昨天我在听的时候有听到一个朋友，他刚好最近也是准备要离职。哼，我就是想到我之前也是被裁员的时候有经历一段时间，嗯，然后我简单分享一下，然后也想要给他打打气这样子。我当时遇到的情况是我做完第一年工作之后，我下一份工作去了一间软体公司，然后做3个月之后就是试用期没通过，嗯，然后也很明确的就是我当时很菜，所以做爆了一些东西，嗯，然后当时就是被裁员之后就有点难过，然后马上面临到的问题是我的履历那时候长得很丑，嗯，就是一年的派遣加3个月的被裁员，嗯，然后就是那时候就很犹豫说这份工作我到底是这3个月被裁掉这件事情我到底讲还是不讲，嗯嗯，但我是决定要讲，然后讲了之后其实就大概前4个月都很痛苦吧，嗯嗯，我不知道，可能这真是人资特别会注意的地方吧，他们像是在跟我就是听到我是有试用期没通过就变得突然变得像侦探一样，为什么想要哪里，对对对对，你做了什么，嗯，然后有些人是很纯粹的就是说来听听看你怎么搞砸的，你到底搞砸什么事情这种，嗯，然后就硬是讲了4个月过去吧，然后都没有录取，嗯，那个时候我有面哈号，然后呢，他还那个面试到一半的时候，他们突然就 Happy Birthday， 然后他就说哦，不好意思，等一下哦，他就从面试离开，然后旁边在庆生，然后再回来，嗯，然后说继续，然后就聊完之后，礼拜一就秒收到感谢信，嗯，那个时候就有点真的有点难过吧，觉得说啊，哇，好像大家都很开心，只有我找不到工作，嗯，但是。最后啊，我到了最后半年之后面了两间同时都上，然后其中我就维持着继续讲说我这有份工作被裁掉，然后我这段时间我有继续念书，继续想要改变这样，嗯，然后最后我最后上了但是没有去的那间，那家公司叫做啊，直接讲公司名字应该没关系吧，你反正你又没有去，对啊，他就是 Simani， 哼，其实我还蛮感谢这家公司，因为他的人资就问我说：“哎，一般人好像提到自己被裁掉、试用期没通过，会比较负面。”然后他觉得我在讲的时候是很平静的。嗯，我就想说，其实也是因为我已经讲了半年了，所以麻痹了这样。嗯，然后我就问他说，他就觉得我说，觉得说我其实现在是一个可以沟通的人。因为我愿意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嗯，然后我就问他说，那请问人资长你觉得怎么样我可以沟通更好，他跟我说了一个点，他觉得我给的讲的太多，他让我可以多听，嗯啊，对，然后这是我学到的，然后第二件也是一样，就是我诚实的去讲，然后呢他刚好他讲完之后才跟我说他其实认识我前主管，然后我之后才知道，他其实一边跟裁掉那间公司的前主管，一边在 LINE 在确认这样。嗯。所以就是我做的心得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不要那么负面，觉得被裁掉他是可以讲。然后我发现，其实讲或不讲都可以，因为会面试很多次，所以即便讲了之后，讲到第6、7次的时候，其实会麻痹。我记得昨天那个人打电话进来，他没有很负面啊，不是吗？可是第一个月的时候会很开心，但是呢，第二到你是替他未来在铺路在着想是不是？对啊，因为我第一个月的时候也很开心，我躺在床上玩了一个月，搞不好人家根本不会不开心，您多虑了。真的吗？嗯，我觉得他昨天听起来状况蛮好的、啊。就是我觉得那段期间，或者我遇到其他失业的人，嗯，也是吧。那我可能多虑了。但还是感恩您的帮忙。好，就希望他之后顺利找到工作。好的，感谢达达，感谢，拜拜。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 Boom 怪物新人，你知道吗？这群新人很可怕，他们要开封街演唱会。11月5号星期天下午4:30，在台北市中正区八德路一段，他们要封街。我的天哪，太扯了吧！11月5号下午4:30，在台北八德资讯商圈，怪物新人会聚集在一起首唱会。在我耳里不穿插下去，什么大王你笑有病，现在却藏在这阴里，脉搏吹起裂开天际，你别眨眼睛，挖叉怪物来了。老师说我是个烂苹果，没料到我有种不同双的啦啦